主播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阳明山的小坑，可以看到现在的风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，雨势也非常非常的大。看到这个风势大到呢，这个记者已经有一点点这个站不住了，这个风势实在是非常大。而且可以看到呢，在我背后的这些布景呢，其实全部通通都被风吹的这个东倒西歪，这雨势实在非常非常的大。现在这个中台卡努的对这个外围环流持续影响着这个北台湾哦，在小油坑的这一个游客中心呢，是已经这个铁门都拉了下来，没有任何的游客在周围哦。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风雨实在是非常非常巨大，而且现场的能见度其实是非常糟糕的，而且这个风势呢一阵一阵的来哦，是一直不断的在吹雨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提醒这个民众哦，没有事千万不要上到阳明山来。而这个根据气象局的资料，目前小油坑呢其实已经累积了大约45毫米左右的雨量哦，而这个卡努台风呢，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呢，这个速度就稍微减缓以每小时大概5公里的这个速度哦，往西北西方向前进。看到现在的风势真的是非常大，一路往这个一路往东这样一直吹啊，提醒民众没有必要，千万不要来到山上。以上是记者掌握的资讯，把时间交还给彭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